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Regine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爱马仕的 Birkin 了。Hermes 的 Birkin 以法国女星 Jane Birkin 名名的。咁呢一个咧系 Birkin 30嘅 Deep Blue 深邃蓝，呢一只色咧系2019年秋冬新色嚟嘅，深邃嘅蓝色，低调高雅，配合金扣更加显得高贵。皮质咧系用咗 Togo 皮 ，Togo 皮咧系最常见，亦都系最常推介嘅牛皮嚟嘅。形状咧保持比较好啦，够硬。皮质嘅颗粒咧系比较细嘅，配上锁头同锁匙咧独特嘅配搭。入面有一个贴袋，有一个拉链袋，容量是足够放日常用品，文件都没问题的。配上丝巾更有自己的风格。Birkin 30这个尺寸其实很适合亚洲人士的，加上它这只色怎么配搭都可以衬到的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来我们尖沙咀门市找我，亦都可以加我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或者扫下面的二维码加我微信找我买啦。